大家好，今天来到上海，我今天在这里调查黑木真二在中国到底有多有名，应该有很多人喜欢我，我现在证明一下。知道那个黑木真二吗？听过。听过啊？不知道长什么样？对，不知道。哦，我就是。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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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不要跟我合影，然后发朋友圈？用普通的照相机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喜欢的日本艺人是谁？黑木真二。哎，确实是。竟然他喜欢黑木真二呀！嗯。听说过黑木真二这个日本演员？没有，就是他。啊？没有听过黑木真二？没有。现在你们知道黑木真二是谁了？那我再问一个问题，你们喜欢的日本艺人是谁？黑木真二。哦。又抢过成功，又抢过成功了。是不是？你们是我的粉丝。对。又抢过成功。好的。一二三，茄子。OK。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日本演员叫黑木真二？黑木耳的黑木真的很现在知道黑木真二是谁？你们喜欢的日本人是谁？黑木真二。哎呀，这边可以。感觉很勉强。二三，听过黑木真二吗？黑木真二，一个日本演员，就是他。真的？你好，你好，我特别伤心，你们不知道我。我重新问一个问题，你们喜欢的日本艺人是谁？黑木真二。哦，你呢？黑木真二。哎，要不要我的合影？要。坐中间好吧？哦，好，谢谢，手机照好了。用谁的手机照？一二三，你喜欢的日本人？矢野浩二。矢野浩二。还有呢？还有呢？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嗯，你知道黑木真二吗？不知道。都有一个二字。看过这个视频吗？没有。这里的日本人就是黑木真二，就是他。我现在重新问一下，你们喜欢的日本艺人是谁？叫我说不出名字。我叫黑木真二。大家好。好，再问一下，你们喜欢的日本艺人是谁？黑木真二。黑木真二。黑木真二。OK， 美女好棒。你呢？黑木真二。哦，好棒。原来三个人都是我的粉丝。你们知道黑木真二吗？并不知道啊。啊，并不知道。对，是他。你们喜欢的日本艺人是谁？黑木真二。啊。哦。谢谢。你想要跟我合影？可以。然后今天朋友圈就有图片配图了。你的朋友圈要用谁的手机拍？一二三，这个人是世界青年说的日本代表黑木真二，没有听过。对。黑木真二就是他。重新问一下，喜欢的日本艺人是谁？黑木真二。是不是要跟我合影的？好啊。一二三，我们在拍网络节目，可以配合参与一下吗？配合不用了，但是我好像认识。对啊。最喜欢的日本艺人是？今天晚上的，明天怎么在讲？不是我。是你。果然大家都喜欢我。那现在回顾一下，大家回到黑木真二的场面。黑木真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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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